少圣骑士在第二次对上的时候呢，能够稳住阵脚。对。轮到了陈子豪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哇，陈子豪快腿啊，中信快腿陈子豪，这一球点得太棒了吧，连加妹詹子贤还有张志豪都给他赞赞赞啊，哇哦，这点的位置非常理想。哇，这会不会是我生涯第一次看到陈子豪偷点啊？哇，因为他打的时候潘景海站得很远，对，而且沿着线边，你知道不？所以他这个球点的实在是没话讲哦。奇招就是这样子。对，方向还有他的力度也像掌握得很好。点一个让你措手不及。嗯。所以你只要让他有碰到球的话，现场打的几率应该是会有的。张志豪可能想说，那我可怜，点的这么准啊。陈子豪还年轻啊。因为子豪是出道比较早了。对，他是出道早。18岁出道。